抱歉，没有和你打招呼就不辞而别。关于这五千万的来历，我想应该告诉你。你还记得豪哥给我介绍的那位朋友吗？黎叔。我们这个基金会呢，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联合开矿的项目。我想。
需要找一个人，一个我信任的人，替我去打前站。当然，那里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，因为涉及了商业秘密，你和外界的联系需要有一定的限制。在5年之内，你要不定期的回来向我汇报，这个时间是由我来定的。也就是说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不能回到国内。所以，我除了给你那5000万的酬金之外，我又额外拨了一笔安家费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可以考虑考虑。我签字。房本、姑奶奶的遗嘱和其他文件都放在床头的抽屉里。我知道你一直很喜欢这个院子，也一直很想把它变成一个最适合你的居住的概念。所有的努力在这里实施，所有为天下老人尽孝的情感都可以在这里寄托。我们答应过姑奶奶，走哪都不带着她，现在就让她在这个小院里等着我们。请您把手下起飞了，确认没有电子设备。机舱门打开之前严禁使用手机，您不知道吗？手机会影响导航。交了去了。是啊，有钱就是爷。人家拿着自己的钱盖自己设计的房子，不然我能怎么办？那就乐观其成了。不然呢？好在我里面有股份，将来还有钱分。哎呀，商人嘛，有钱挣就是好事儿。你能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今天来主要是跟你辞行的，组织上派我去南美要考察，去多久？2个月，可能会再延长一段时间，因为我一直对南美的自然景观和城市建筑相融合特别感兴趣，兴许住上小半年吧。那不能太长时间了。为什么？太长了的话就赶不上这落成典礼了。嗨，这工程本来就跟我没什么关系，参不参加的不重要。是，你不来也好，但是不知道这马国良是不是能赶回来。他的事你知道吗？我应该知道他的事吗？江湖传言啊，他呢为了成全江以南，把自己给抵押了。有人说他现在在西非，也有人说他在西伯利亚。我还一直在想，谁能借他这笔钱呢？合着是把自己给卖了。哼，我要等他回来啊，我得请他吃饭，我得拜他为师，他打败我很正常，像你我这样的人呢，都不是他的对手。
难就难在，他就没把咱们当对手，连眼睛都不夹咱们一下。人家是为了自己的女人，顺便把咱俩给解决了，而且呢，是在咱俩不在场的情况下。你说他怎么那么有能耐呢？我真的太佩服他了，是吧，老师？你是不是也挺佩服他的？哎呀，老罗呀，你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！啊，我知道你在将我勾起我的怒火，好让我出手，因为你也知道，单凭你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出手的，所以你死乞白赖把罗马弄进场子来，啊！我就想不通，你为什么就认定了他一进来，我就会出手呢？万一我早就不愿跟他较这劲、置这气了呢？没有任何把握，我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我只能想，最不喜欢看马国良重新回到人们视野当中的，而且受别人爱戴的人，应该就是你了。你是想到了马国良会不择手段地挽救这工程，但没想到他会离开。是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老天也是在帮我。我也知道马国良不走呢，你是不会出手的，因为你没有这样的胆量。你看现在马国良走了，如果他至少走一年的话，你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等他回来，房子都卖完了。嗯，何罗，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不管他走还是他回来，这件事情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，啊！51%。你说什么？将来工程的所有收益，你占51%，我占49%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有钱真好，哪怕只是听上去，都挺好的。保温砂浆的保暖性能太低了，保温材料一律使用 FTC。混凝土方面也要注意，梁柱的配合比有 C40 的。所以还是衔接方面的问题，你跟他们说再修正一下。现在雾霾这么严重，工程的污染指数一旦超标，就要停工整顿，造成的损失。给咱们开会的马先生，笑什么呢？没有，我们说你现在看起来特别像马国良，马总。是吗？哎，这件衣服还是马哥送我的。嗯，您穿上呀，更帅。其实马哥也很帅。我不光说的是衣服。我说的是，这些日子你已经有很大的进步，开始有独当一面的架势了，一定下了不少功夫吧？我也知道，我就是下再大的功夫，也不敌马哥的1/10。可是马哥费了这么大劲才挽救了咱们的工程，我不希望他的辛苦白费。再说了，现在马哥不在公司，我就一定要好好保护你，帮助你。其实，姐，我没别的意思啊，我的意思是说。大哥现在出远门了，小弟就应该替大哥担负起照顾嫂子的责任来。江总，这份报表我已经审核过了，请您过目。这么好的车，谁的呀？不清楚啊。咱们这院里没有这么好的车。哎，这会不会是来接谁的呀？不会是来接沈主任的吧？沈主任，
底下人好像是来接您的吧？这车够场面的。是吗？你想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我打电话给你见面，你不见我呀？我有很多工作要做，我每天有很多事情。你以为都像你呢？只要管好你家那一亩三分地就行。是咱们家的。我上次说过了，你拿大桶，你是老大。我现在总算弄明白了，为什么马国良一直躲着你。工地的情况你也都看到了，我不着急不行啊。现在主体工程的地基已经全面启动了。江一南呢，已经申请了第二笔贷款，资金很快就会到位。按照之前和马国良的承诺，工地的经营管理权在江一南的手上。如果一旦这楼盖起来了，我是一点念想都没有了。所以你就急了，开着豪车到院里来恶心我，让所有的人都明白，我跟你是一伙的。我要再不帮你呢，你就彻底兜我的底。我跟这些事情没有任何关系。到今天为止，我一分钱都没拿你的，对吧？对对，你就是个利欲熏心的商人。你现在所做的一切，那叫利令智昏，你懂吗？人家江一南的设计方案是公开审核招标的，就连老年公寓的建设用地也是国家审核通过的，所有手续合理合法。啊，虽然说这个工程上马仓促了一些，经费有些紧张，但是建筑材料并没有以次充好啊。所有都是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，所以我建议你还是乐观其成吧。我明白了，沈主任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见死不救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就是说，如果我拿到了江一南在建筑材料上以次充好的证据，那么监管部门呢就有权利把他带走调查，甚至呢？终身不让他进入建筑行业，那咱俩就乐观其成了。罗世峰，我警告你，千万不要乱来。明白。这项目经理责任最大，担子呢也是最重的。你看，一个这么大的工程。多亏你帮我们盯着。我这儿啊，是我生意好的时候呢买的，没有开过一两次，放到我这儿啊浪费了。我听说你喜欢车，拿去玩吧。哎呦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咱这辈子也开上这么贵的车了哈。好马配好鞍，收好了。我是真想好好收着呀，可是这次我要付出什么代价呢？这话从何说起啊？第一次我收了你一个打火机，你让我背叛了我最尊重的人；第二次你又给了我一点股份，你让我把我最爱慕的女人赶出了公司，让我成了你的傀儡；这次你又给了我这么贵的一辆车。你是想要我的耳鼻喉舌呢，还是心疼疲惫啊？说得好，说得针针见血，掷地有声啊。这不到一年的时间，你从一个跟着我吃河豚都激动半天的小混混，到现在面不改色，把一辆几百万的豪车能还给我，这证明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你关强是能成大器的人，不敢当。经历过这么多事儿，再笨的人也是会成长的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你为什么会成为我罗世峰的傀儡呢？因为我笨，我傻，我利欲熏心。我觉着不是，是因为这个公司从来就不是你的，
谁执掌大权，你就是谁的傀儡。话不能这么说啊，可能在您罗总眼里面，人人都是工具，但是在我马哥眼里，人就是人，是合作伙伴，也是兄弟。哦，既然马哥对你那么好，那为什么你把这何俊贤的事情告诉江一南听的时候，他会说他从来没有把你当兄弟呢？想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啊？我用不着挑拨，你心里很清楚。你的心理上是一直跪倒在马国良的脚下，就从来没有抬起过头来。为什么啊？因为你没有自己的事业，你没有实力和他平起平坐。我本来方方面面就不如马哥，我跟着他就是要向他学习。我希望我的努力，我有一天能变成他那么一个人。你现在学习了半天，你又得到了什么？现在马国良已经走了，江一南还没变成你关强的女人啊。太监永远当不了皇帝，啊！这心甘情愿做小弟的，一辈子都当不了大哥。为什么跟我说这些啊？因为我觉得你比他有野心，比他有魄力。只要给你机会，你的前途哪是区区一个马国良能够想象得了的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项目，现在炒得很热，你也应该听说了，有几个风投公司对他有投资意向。如果你要是愿意的话，这个项目归你了。但是我要跟你说，这里面风险很大，但是也有很大的利润空间。我这几年呢，实在是把我折腾累了，我要是能年轻十岁，我一定亲自接手。我跟你这么年轻的时候啊，在我人生当中已经挣到了第一个1000万了。记住了，那是15年前的1000万。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不是需要为我，是需要为我们。你也知道，这段时间呢，我的资金周转出了问题。这江一南对建材的标准要求又特别高。你是想让我帮你一次充好？没那么严重，咱们材料呢还是要用好材料。只是呢，你帮我把这墙梁柱的钢筋呢降低一个标号，在钢筋本身的预算上就能节省30%。这样的话，咱们可以平分，你关墙呢，就有了第一桶金，可以开发新的项目。我呢也解决了资金周转的问题。可是南姐说了，钢筋的规格一旦降低，工程的抗震等级与荷载都会下降的呀。说什么气，几栋楼而已啊！你说这7级地震和8级地震，你能区别开了吗？设计师的心理我了解。他们都希望他们的建筑能够千秋万代，矗立不倒。我们用不着那么迂腐。可是这一旦出了事儿，一旦出了事儿，谁都跑不了。监管部门呢，我会搞定。现在需要你做的就是把这批钢筋用到工程里。哦，还有，入库单呢，你再由江一南签字。已经走了16天了，
从来没有回过我的微信，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。工程这边进展得很顺，关墙进度很快，而且很有意思，他在各方面都在模仿你。这对我来说很煎熬，他模仿得越像或者说越拙劣，越让我忍不住想起你。还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只是个书呆子，做不了经营管理的工作。但是现在连我自己都奇怪，我好像真的可以做了，而且做得比想象的还要好。我知道要是你在，一定会说没有这么夸自己的啊。可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进屋坐。马克他还没消息啊？我今天没什么事儿，想过来看看您。丹姐，你好好的。你能不学马国良了吗？说的我毛骨悚然。其实我也不是故意学他的，我知道，我再怎么学他，我也变不成他。因为在您的心里，我不可能代替他的位置。关总，姐，你先不用着急跟我拉开距离。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，我今天必须得告诉你。不管是您离开公司，还是回到公司，我对您的情感从来没有减弱过，甚至比以前更强烈。你看，这是咱们刚认识不久的时候偷偷拍的。后来我换过几次手机，这张照片我一直不舍得删。我特别喜欢您笑的样子。我有的时候总在幻想，只要我好好努力，总有一天，你和您的笑容一定是我的。可就在刚才，您开门那一刻，我特别清晰地感觉到，您看到我有多失望。因为在您的心里，只有马国良。我不能再骗我自己了。需要你做的就是把这批钢筋入库单呢，你要加一点签字。
丹姐，哎，那个，最近马哥跟你联系了吗？没有啊，跟你联系了吗？也没有啊。哎，您刚才那个手机响了，您看是不是马哥的微信？不是我的，是给你的。我的？我看一下。这么长时间，不能咱俩联系一下？也没个信儿啊！哎，行了，我不耽误您，您赶紧帮我签了。主体工程的建筑材料入库单，江一南的签名。那你怎么做的？你这话就有点可笑了吧，孙主任？啊？是。你呢？是叫我别这么做。可是你也教了我怎么做。我呢，只是听懂了你的言外之意。遵循了你的真实意愿而已。哎呀，不管你怎么看啊，我们之间什么关系？但是那天我至少，我读懂了你的心。啊，这谁都知道，从监管部门的角度出发，通过审核建筑材料这种绝妙的方法，不是我这个商人能够想到并且能够做到的。一旦事发呢？明眼人都知道这个愿望的出处，我那是无力争辩了，再加上那30万元，那三十，你30万我还给你了，没拿到，但是在我的公司财务报表上已经以非正常开支的方式体现了，会计如何面对监管部门的问话，我是没办法管住别人的嘴。人嘛，都是为了自己的活法得想点办法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这一切东窗事发，我的利益呢消失殆尽，甚至锒铛入狱。可是你老人家就不可能在马洪良面前能够抬起你骄傲的胸膛了。老罗，这可不是拍不拍胸膛的事儿，这是伤天害理的事儿，这有可能弄出人命来。现在也跟你说一遍，违法乱纪的事情，草菅人命的事情，既然走到了这一步，就是为了能够达到你的心愿，哦不，达到我的心愿，让江一南呢他们的主体工程。发了重建，主控权再回到我们手里。哎，现在呢，我已经铺好了，就差你一抬腿。老罗，你给我铺了条死路，你现在是彻底把我拉下水了。现在不就是在水里吗？
婚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我过我的，他过他的，没关系。他阴魂不散呢，他老缠着我，从来没想过说我能跟他这样成婚。但我确实也没有想到，我们俩能成了一辈子的敌人。你说人江一楠跟我无冤无仇的，对吧？我何苦呢？我干嘛把人往死里弄？我为啥要这么做？
我感觉到你的眼睛在漫游，秋天已经远去，灰色的贝雷帽，鸟鸣，以及放慢的心。我深深的渴望朝那儿迁徙，而我落下的吻，快乐如火炭，船只的天空，山岭的阡陌。记忆由烟，由平静的水塘组成。你眼睛深处，忍受着千万霞光，枯叶绕着你的灵魂。Mr. Man， 在第几节车厢 ？Mr. Man， 黑眼圈换理想，一串流不息的感想，每一个希望，你用脉搏唤醒朝阳和大都市。心脏 Mr. Man， 昨天几点回家 Mr. Man， 有人在等你吗？小小天地城市角落，做你温暖的窝，点点星光洒落，路灯陪你唱歌。对面的空座位总是人来人往，叔叔口袋里的梦想还顽强，心中那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，沿高高山岗风吹来的方向，每次笑着流泪。心酸的、幸福的、伤疤都无所谓。
man 爱上的是什么？